甲伊啥二三点么个代志，是会使讲啥物哦，会使讲伊啥物理性用啥物代志，大家慢慢互咧沟通，可能有一个较实从。以我来讲，我个人见解是安尼啦。安尼好，是啊，所以恁啊，这是男的，我那这是绿的，绿的好。啊，阮政府因本身伊是台电。好好好，现在因为伊个嘛是家己国民党嘛是足久啊，好，啊，所以讲伊有一阵啊有，哦，大家吼吵架足差，别人要选举，阮倒会足差的，嘿，啊，佫是因为讲较，因为每一个有伊个理念啦，对对对，啊，别人甲讲伊难的就唔对啦，对，啊，佫是我甲讲，诶，针对甚物代志哦，像即届嘛是讲伫阮岛嘛是讲中医团队，哦，我嘛是问，哦，阮阿姐嘛是问阮姐夫，我像恁安尼来，来讲安尼咁对，哦，这会甚代志，会甚理性，大家做啦讲。是，阿你好，今后多谢蔡先生，多谢。来苗栗谢先生，谢谢你好，谢谢。洪怡大家好，谢谢你好，谢谢。洪怡大家好，你好。我将我个人的趣事跟大家讲。好，来，我是民进党的支持者，我就经常就在学校当工友，戴着帽子。有人就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戴绿帽？”我说：“可是我老婆很喜欢我嘞，要抽这么多烟呢。”啊，有人就问我老婆说：“你是什么党？”他说：“我金钱派。”他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老公人长得不错，人又不错，然后人也不错，为什么去参加民进党？”还有人更好笑，他问我说：“你领国民党的钱，为什么选去选民进党？”就是以前被洗脑都误解说公家就是国民党。有人问我，你领国民党的钱，为什么去支持民进党？对对对，啊，但是在学校啊，碰到外省派的长官呐，他就不大理我，因为我几乎我工作都戴着本土的帽子，那碰到支持本土的，他会说你讨价没卖嘞，你会支持本土的，你狼没卖，那做生意的几乎都是支持本土的嘛。他说啊，很少像你这样子帽子戴着，我看到你好爽啊，这就是我的。所以短时间不要企图去改变任何的思想，没有办法，对，是大家同派的啊，有共同理念，大家来谈，我是觉得这样，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短时间去改变。一个人，嗯，我的感觉。但是谢先生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开阔的人，很开阔。我谢家都是公务人员，哦，90%，但是我在家尽量少谈这些政治。这样哦。那戴着帽子就会有一群支持跟我们同派的人，大家就可以在一起讲话。哦，安内好，给他一个标的这样子。好，谢先生，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。来，板桥陈先生，陈先生你好，陈先生。喂。陈先生你好，陈先生。啊，你好。嗨，请说。你好，我先给你讲一下，我嘛是53年次的。嘿嘿。啊，但是我来讲，我是像国民党讲的1922啦，所以讲哦，因咧老师教的，咱早就行伊啊，无像讲你初读啊，读啊侪哦，所以讲有呾算作讲较迄啦，做到他的毒害安尼。我给你讲，我一个迄啦，我较早从党外时期的时阵就开始咧听。走啊边啊，交谢中正因的演讲，所以讲较早蔡英文伫咧选立委的时阵，我火车坐咧，等伊投票的时阵，阮爸是往中正咧跳啊卡。蔡思源应该是你家己选吼，对啊，我才蔡英文迄个蔡英文的时啊，是，系啊，啊我火车坐咧去等伊票，啊当然你就是就错啊，吼伊就安尼尔，吼啊你后盖吼。人要倒来当我这民进党啊，啊你就莫，你就莫再来甲恁爸起路啊，